分局前于6月侦办许姓范闲非法持有枪弹案，经向上溯源，发现李、许等2名男子涉嫌重大，随即准备相关事证，报请云林地检署检察官来指挥侦办。经过长期的跟监搜证，在8月24号时，云林地方法院还有云林地方检察署的搜偶票及拘票执行搜索居邸，拘提李、许等2嫌刀案。范闲狡诈将大量的枪械跟弹药藏匿在废弃的四合院后方的草丛内，经过突破侦讯，突破心防，才搜索取出，总共查扣长枪 NP9 冲锋枪1支，短枪2支，掌心雷手枪1支，长短枪子弹187颗，枪支零组件1批等证物。其中所查扣的 NP9 冲锋枪，是瑞士所生产的战术型微型冲锋枪，具有可长逆性、机动性、准确性的特点。全案警询后，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，移请云林地检署侦办。明年初中央选举将至，为先期净化选前治安，置重点在防治帮派组合介入选举，严密查缉各式非法枪弹，确保选前治安平稳为首要任务。若民众有相关持有或制造枪械的情资，请与警察机关来举报、来查缉，不仅能领取检举奖金，也能遏止黑枪流入市面，以维护市民的安全及社会治安的平稳。